哎，俊斌，你过敏性鼻炎的问题还在反复发作是吗？是啊，太困扰了。哎，我打算去试一试这个坊间的一个捉鼻虫的疗法，看看是否能够改善。啊，等等，这个疗法可靠吗？你不要听信偏方哦。其实我也不确定啊。啊，这么不确定，不如稍后请专家来告诉我们到底可行不可行。